9:27。哎呀，这石头很滑，我们在这里滑倒了。10:29，大石头。10:34。一个人住在这城市，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？那是我们的美梦，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。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，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，有一个四季在轮回，而我一无所获的坐在街头，只有理想在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。理想，今年你几岁？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，你总是谢了又开，给我惊喜，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。上了山坡，我想唱歌。我睡过了车站，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，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，车窗外已经是一片白雪茫茫。真的是2019年7月6号下午1:24，经过4小时28分的长途跋涉，行走9公里，山友会一行15人顺利登顶 Middle Sister。现在这个方向是大姐山的 Lake Sister。照过来，这个就是三姐山，这小姐山，这个山很厉害。Good job, guys！抱起是当父亲的年纪，理想永远都年轻。你让我倔强地反抗着命运，你让我变得苍白，却依然天真的。盛开腰嘛，腰没来呀。这个山腰真的好。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，有一个四季在轮回，而我
现麻木的血肉。你想今年你几岁？你总是诱惑着年轻的朋友，你总是谢了又开，给我惊喜，又让我沉入失望的生活里。有一个年盛开。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，被拥挤着被一晃而飞的光阴，6.01午夜光。